望东望西，造成哪一些瞎事？有一天在吃饭，妈妈说：“哎，不用接儿子。”我说：“不用啊，今天是英文家教。”爸爸说：“我怎么记得他昨天才上？”老师就打来说：“全校只剩你儿子。”反映出可能孩子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不是最重要的。TVBS 42频道，周四晚上11点热炒店。